干烂了，把人干烂了，就那表演，那节奏变歪了，那木变歪木了，哈，变歪木歪了，就那不溜溜完，后子啥子，后子也木后边，就台那都来木后边了，就那啥表演干嘛，就直播间，直播间啥的，就那里呢，台溜溜嘞，就那股就那，哦，过来拍片的就那么懂得他，对，就那节目是点戏，还没没嘞，台木后的边哦，就那那概念，就那大三十岁目标，就来记着来进去，那我就跑路边嘛，别在的古早嘞，就跑路边，就直播间嘞，第一次的那就那，啊，几个阿兄仔就那来看的，有点哪味嘞，说的，嘿。就那本文件就来没得了，也得了。哎呀，没生啊，就对了，真的丢了，不丢了就给没得了，就第一就那喊上话的，就给没丢了，而且还来变身的，过路的我都扒了，我提前了。提前了，就蓝小的风扇，对吧？就那立了他嘞，就那一进去，蓝小的风扇买干的啊，中标的，蓝小的风扇都扒了，哎，哎，就那，都是这样，没漏漏嘛，都是。哎哎，就那，就那，你那挂不住，没他的事。啊，三组的了，我们 Michael 里面的，哎，对，三 Michael 里面的，先进第一名啊，对，哎，对，三组的吧，就那啊，明年跑到第一段，我们比白比，就主家的，哦，当然都有些努力，我们比白比，就对比较讲，比如明年也比较讲，年纪也进去了，哦，两米八的呗，要多年龄啊，比比，哦，都。出家人很多些都是，年年这种，不能再有记者的进去，就那里啊，多少改。program 这些的有了，就那我们表演没地方，什么医疗方面没记录嘛，所以老老在嘛了，第二年不再比了，没听说太阳就离了去的，去不得嘛了，所以都是在台湾的要注意的哈。啊，如果过来台湾的话，因为我们来说，过河边嘛，过来嘛河南那边嘛，高雄是，啊，对没有？哦，南京的嘛了，南京的跑来去的，我哎，这里就是，哎，这里就是那个，是吧？你要哪里？看看哪里去嘛？跑来说，都说这古龙的那里有，古龙是哪？古龙就是路上嘛，是吧？第一就古龙嘛，嘿，买几年高雄啊，得呗。所以，俺俩我经常说养活嘛，就开开了多少些啊？我们没地，不对，没那么地，这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他们都来骗来的嘛，但是他都说他们骗来的，他们骗来的留下来骗来的呀，哎呦，买你！他们经常跟他比啊，说，人家也没地有啊，比啊，都来帮一帮的嘛，他们地有嘞，经常帮一帮嘛，哎，都联系也是，他人工不人工的，对了，你从哪种呀？我工地都来帮一帮的，经常没标的，都没标的，都不都没考察，经常没地，这开没地啊，我说，经常这个他呀，连标钱都没下。所以我别的地方嘞，哎，二楼嘛，哈，俺们阿边女人是嘛，扒他们地，哎，啊，这慢些那里边的，我慢些了，慢些那里，奶奶，大家记住个嘛，表姐刚没事就那里边。